本科毕业的韩胜利在毕业后逛遍了招聘会，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。而当初他的父亲几乎变卖了所有家产，并且到处借钱供儿子上大学。到最后，儿子找的工作的工资竟比在工地班就81年出生的韩胜利在2002年考上了西安石油学院的通信专业。而那份录取通知书让这个贫穷的农村家庭喜忧参半，因为通知书上清楚地写着一年的学费就要6000块。想到巨额的花销，胜利想放弃读书去外面打工，但最终还是被父亲老韩拦住了。他把家里的牛和粮食都卖了，换了3000多元，然后跟着儿子来到了西安，专门在工地上打工赚钱供儿子上学。老韩平时都在工地里干活，儿子一个月会来拿一次生活费。挣到钱了还好说，挣不到钱的时候，老韩只能找工友借钱给儿子。眼瞅着儿子又要交学费了，但老韩刚从家里过来，还没挣多少钱。晚上，老韩便打电话给儿子，让他多等几天。回去后，老韩只能厚着脸皮找工友们挨个借钱，希望工友能先借他30块钱。而工友们一听借钱，多少都有点戒备，一个个都躲在被窝里假装睡觉。老韩只能在旁边尴尬地站着。既然在公社里没借到钱，他就只能去大街上碰运气。在街上，老韩碰到了一位初来乍到的工人。工人看到陌生人上来借钱，有些错愕，他便说自己刚来也没赚到钱，婉言拒绝了老韩。老韩没办法，只能继续借钱，毕竟儿子还等着生活费呢。老韩有个记账本，上面写满了自己借过的钱，从30-50块钱到100，还了钱他就划掉。就这样借借还还，勉强把儿子送到了大学。钱还是没有借到，老韩决定改变一下借钱的方式。这次他先打听了工友最近干了什么活，估摸着对方手上有钱，他才会开口。这方法果然奏效了，工友从口袋里摸出了仅有的20块钱，但老韩只拿了10块钱，剩下的10块钱留给工友吃饭。老韩数着借来的钱，希望儿子好好学习，将来不要像他一样在工地打工受苦。中午，老韩父子俩在饭馆里吃着2块钱一碗的面条。老韩边吃面条边计算着儿子一个月的花销，他自己每个月最多用150块，儿子200块也差不多了。吃完饭，老韩便把昨晚借来的220块给了儿子，儿子只拿了200，剩下的20块留给了老韩。老韩摸着手里的钱，担心儿子不够用，但韩胜利却始终没有收下那20块钱。上过初中的老韩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，他有个巴掌大的笔记本，本子里记满了他对生活的希望和对儿子的期盼。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，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，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。精打细算的老韩在出租屋内跟儿子算了一笔账，每年学费6000块，住宿费800，加上书费，一年下来有个7000多块钱，除去365天，平均下来一天要花20-30元。听起来数额不大，但却无比沉重地压在了儿子身上。韩胜利听着父亲的话沉默不语。在学校里，同学们都成群结伴，唯有胜利独来独往。他经常孤零零地来到食堂，打2道素菜，一碗免费的清汤便吃了起来。每天的伙食费他都控制得很严格，早餐1块，中午2块，晚上2块，2-3天才能吃上一顿荤菜改善伙食。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胜利还瞒着父亲在学校捡瓶子。他无视周围人的目光，在垃圾桶里翻翻找找。当别的男生在球场上尽情享受青春时，胜利只能远远地待在一边，蹲守着他们喝剩的瓶子。年轻人的自尊心在贫穷面前是一文不值，他想留在城市，他要留在城市。为了留下来，他必须扛起生活的重担。在学校里，他用的很多东西都是别人不用给他的，裤子是爸爸的工友给的，表是表弟给的，还有个和胜利关系比较好的同学，看胜利没钱买衣服，便送了他好几件衣服。胜利在学校捡垃圾的事，班里同学都知道，但大家并没有因此而看不起他。有些人喝完水后还会主动把瓶子给他。胜利宿舍6个人，有3台电脑，5部手机，而他却什么都没有。宿舍里的公用电话成了他的专属。考试在即，但胜利独自一人在宿舍，虽舍不得开灯，于是他便借着天黑前的自然光背起了单词。胜利忙着记单词，老韩也闲不下来，他平时没事就喜欢翻看自己的小本子。有初中学历的他不同于其他的农民工，他喜欢写日记春联，工友都在打牌，他读着自己在本子上写的春联，智慧修出光辉道，勤劳自有金银山，上面写的是前程似锦，在家创业业成就，出门求财财到手，上面我想写个感谢上帝，字里行间都闪烁着理想的光辉。他
他骄傲地朗读着，渴望着工友的肯定。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忙着玩牌的工友只是敷衍地回复了他。忠厚老实的老韩虽然生活窘困，但始终乐观向上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而这些沉甸甸的希望最终都压在了即将毕业的儿子身上。转眼间，胜利马上就要毕业了，他打印了厚厚的简历，满怀期待地来到了人山人海的人才市场。在看了几家公司的招聘需求后，他却发现都没有对口的工作。零星的几家招通信专业的，都是偏向招计算机专业的。胜利茫然了，性格内向的他在招聘会上转了2个小时也没有说一句话，最后拿着简历失落地离开了。飞速建设的城市日新月异，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，胜利卖力地蹬着自行车，可他一个骑自行车的又怎么可能赶得上开汽车的呢？胜利几乎跑遍了所有的招聘会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但其实胜利的要求并不高，能给个500-600够吃就行了，实在找不着给300块或者不给钱也能跟着干。宿舍里舍友开心地玩着游戏，但胜利却忧心忡忡，因为父亲还在工地上卖力地挥舞着锄头，找不到工作的话他就只能继续依靠父亲。残酷的现实让他眼里写满了疲惫，他甚至想起了导购、服务员、保安，只要有人愿意要他，他都可以干。后来胜利终于在青海找了个铺设光缆的工作，但一个月的工资才600元，而父亲老韩在工地上搬砖，一个月多的时候也能赚个700-800。所以在听到儿子的工资时，老韩哭笑不得。从前他总盼望着儿子毕业后能像燕子一样腾空而飞，而现在儿子还不如自己，他开始怀疑起读书无用，但他只能鼓励儿子踏踏实实的工作。老韩一直有个愿望，他希望在他60岁的时候，全家可以去北京好好玩几天，但现在他只能继续在工地上做一些零零散散的苦力活。本以为儿子毕业后就能松口气，但现在还有20000的账没还清，他还得陪着儿子继续干下去。在老韩随身携带的日记本里，清楚地写着自己的身份信息，为了防止有一天自己发生意外。在西宁的小县城里，胜利住在一间简陋的单人房里，他算了一笔账，从小到大光读书就花了家里近100000，按照现在的工资来算，这笔钱要花15-20年才能挣回来。以前都说通讯专业好，工资高，一个月5-6千不在话下，但毕业后通讯行业人才饱和，他就只能去偏远地方干装宽带的苦活。在工作3年后，胜利选择回到了西安，找了一份月薪1500的工作。而他在深圳打工的妹妹韩明丽，明明只有初中学历，但她的月收入也已经达到了3000-4000，这不禁让人深思，读书真的有用吗？作为应试教育的受益者，我的答案是肯定的，读书有用。但问题在于，读书是一种长线的投资，而且更多的是观念的转变，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巨额回报。但老韩迫切地希望看到儿子变现，他衡量读书有用的唯一标准就是能不能赚钱。在老韩对儿子的教育过程中，他无时无刻地在提醒儿子胜利，我们家有多穷，我为你花了多少钱。于是在这种压力下，胜利放弃了社交，只能通过努力读书和捡瓶子来缓解家庭压力。殊不知在大学如何与人打交道也是门必修课，而且他完全可以去找一些回报率更高的兼职来做。当下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，所以问题的本质又回归到了穷。比物质上落后于人更可怕的是贫穷带来思维的局限和见识的狭隘。贫穷让胜利在选择专业时更多的是考量专业的就业率，而不是自己的特长和热爱。信息的闭塞让胜利择业时走向了西北，而不是经济更发达的沿海地区。同样对于韩父来说，他只看到了儿子月薪600，却忽视了西宁和深圳两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差距。很多时候选择比努力更加重要，而普通人的眼界让他们早早地输在了选择上，因为穷人根本没有资格拥有更多的选择权。关于胜利的现状，2015年有人在知乎上爆料，胜利现在发达了，是项目经理，过得很不错。我们当然希望网络上流传的这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是真的。读书在多年后终见成效，胜利虽然过去落后于人，走了很多弯路，但他终究还是凭借自身的努力缩小了差距。希望他的工作顺利，生活美满吧。